今天要分享的是家乐福，本人在家乐福所购买到的限定赠品，就是你现在只要到卖场，好像购买满499，然后就可以获得，买雀巢系列的商品，然后满499元就可以获得一个小小兵的野餐盒。然后本人除了小小兵的野餐盒以外，因为他这个美露可可球系列的还会另外随机附赠那个家庭相片夹，所以本人就五盒全部买家庭用的相片夹，然后就直接分享给大家看。然后开到的第一盒里面附的是什么？它里面是这样子，然后还要再打开才能知道是哪一组。这个是谁啊？那个他叫什么？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里面是这样，这个是那个坏蛋格鲁特。然后继续开下一组。先把每一组都打开好了，因为一盒是109啦，本人总共买了5盒，所以可能这阵子都会吃这个吧。哎呦，这是第4个。其实美露可可球这还蛮好吃的，配牛奶还不错。好了，总计4个，然后就每个都打开，就会不会5个全部都是那个格鲁特？我可不要哦。有了，小小冰款，算不错，是那个监狱版的，然后。最近真的天气好闷啊，宜兰也很闷。好，有了，又是小小冰款的，是一般版的啦，可是并没有萝卜啊。本人的朋友那个托本人买是比较想要有萝卜。然后又有了，哦，这是女生款。哦，这前面这样装，这是那3个女生，就是3个养女啊。然后再是最后一个，不过运气这么好吧，都没有重复哎，怎么好意思哎？好，有重复了，总计这样运气还算不错啊。哦，它总计有4款，这里后面有写，总计4款就是这4款，然后本人没有重复，本人就重复1款这个格鲁特，但其他。几款也有拿到，算还不错了。以正品来讲，个人觉得品质还 OK 啊。前面是这样，后面是空白的啦，就不勉强了，还不错。然后你只要满499的话，你还可以参加他们的抽奖，然后奖品分别是，这个可能本人可以拿到吧，这边可以刮刮乐，可以刮刮看。那本人如果有刮到的话，再跟大家分享。哦，折价券。活动商品折价可以再折20块，本人抽到的是折20块，并没有抽到互动奖或者是其他典藏奖，个人是觉得还比较喜欢其他的啦。然后他另外会有一个儿童高露洁的儿童满额赠品啦，就不是赠品，加价购商品，就满59元的话，你可以买这个小小兵的儿童旅游组，然后里面是这样子。然后盒子本身并没有小小兵啊，对啊，盒子本身没有小小兵，是只有牙刷有，牙刷是小小兵，是这样，这里有那个萝卜，然后这样子，啊，这样子39块有点骗钱，这个有点贵，这样子我这个我不爱，
然后再来就是要介绍这一个这一次的重点。然后它这一个只有一款啊，这一个应该这个不是凯文，这个叫什么？哎呦，忘记它的名字，直接反不管，反正就直接介绍。商品是这样。OK。商品是这样，不算大，但也不算小啦。然后前面是这样，侧面是这样，后面是这样，下面，然后并没有那种像那个环球影城的那个爆米花筒有那个吊环可以让你使用、啊、它里面应该是这样打开，然后头的部分可以变成那个碗啊，然后这边这个可以打开，这边可以分成两层。这一层可以让你放那个脆片，然后这一层就是装一些饮料类的啦。以一个49元的赠，449满额的赠品，个人觉得还不错。只可惜它没有萝卜款或者是凯文款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去购买啊。好像活动昨天本人去还没有啊，今天去就有了。侧面是这样，上面是这样，高大概17公分左右。